在近日主演的新电影中一改平日阳光开朗的形象，也让预告曝光后网友纷纷惊呼怎么跟印象中的彭于晏不一样。因为要符合角色形象，彭于晏决定节食来调整身形，透过自我要求来进行改造，让自己暴瘦16公斤。连导演也透露，在拍摄时彭于晏自己带的饭盒都是一些真的素菜，一点油跟盐都没有，让导演看了也超佩服彭于晏的毅力，惊讶直呼没有人能像彭于晏那样做到这种程度，认为他展现了对角色的高度投入。除此之外，彭于晏为了更好的诠释冷气修理工，特地找到一位从事相关行业的人，认真学习相关技能，看图纸、量尺寸、扛气瓶，样样都难不倒他。然而预告曝光后，立马在网上引起高度讨论，真想赶快看啊！Bye.